大家如果之前没有看过我拍的那个黑头鱼的视频，可以在主页里面直接搜索，就是我的主页里面搜索黑头鱼，然后就可以看了。我给大家试一下啊，曾经小米优品众筹的这个品镜，可是咱们今天又收了一批，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咱们之前拍的视频，边看边吸。就是不管什么物品可以直接搜索嘛，以小鹿捡肉，然后后边再挂上这个关键词，就可以搜索到咱们之前拍的很多视频，基本上所有的产品都有，这个都能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小鹿捡肉。前一天咱们收的货都是比较高端的货，一些手机啊，还有什么电脑，包括锤子的那些东西。然后咱们现在换换口味，今天更新一下收的这个超闪主题礼包，这一大箱子里面是20套。就是这种杯子，这个一套的水杯，啊，一共是有3样东西。我从箱子里面拿一个新的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应该是这个 Reno 4 SE 的这个礼包，他们一些实体店送的那些礼包，就是宣称价值199，或者是宣称价值99，啊，就是那种东西，咱们收过来就是十几块钱收过来的。我看了一下这个做工，还有这个质量还行啊，在家里面喝点水什么的应该也能用得上。查了一下其他平台上这个一套啊得30-40，所以说我感觉也算是个小漏，咱们就直接收回来了。还带个这种小勺，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十几块钱值不值。一共收回来的也不多，就500多个，这些全部都是，这一大箱子里面是20套。除了这个礼包以外，今天还收了一批这个品镜的可视黑头鱼，之前咱们拍过视频，上一次收的比较多，然后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散货，咱们又收了一些。这个是之前小米优品众筹的可视黑头鱼，每一箱子里面是20个，有这种箱贴，都是原箱的啊，原箱原件，出厂日期的话是2021年4月份。这个货咱们收过很多，然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坏的，所以说我又收了一批。我记得咱们收的第一批这个可视黑头鱼的时候，一共是5000多个，有些人就是张口就来，说这个成本很低，不就一个摄像头加上什么模块什么的吗？但是咱们收过来50多，我给你50多，你不见得扫得出来这个东西，因为它要连接 WiFi 啊，什么摄像头，包括它必须要有吸力嘛，对吧？吸黑头。反正这个成本绝对是不止50多块钱，咱们肯定是捡肉。好，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，喜欢这个视频记得关注一下李小鹿捡肉，后期有更多更好玩更便宜的东西我会分享给大家。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